就是我们抗日的前线阵地。毛泽东所说的陕北，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开辟创建的连接陕甘边陕北的西北红色根据地。20世纪20-30年代，陕甘两省军阀林立，盗匪横行，陕北有景岳秀，关中有杨虎城，陇东有陈圭章、谭嗣林、苏雨生，大小军阀为争夺地盘，战火不断，兵祸连年，百姓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诞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这支英勇的红军最终打下了一片横跨陕甘两省30,0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并建立了3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和游击队的总人数发展到10,000余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1927年，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向高潮，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重要时刻，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大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一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87会议，确定了实行1928年夏天，陕西省委发动的渭华起义失败，参加领导起义的刘志丹按照省委指示，只身返回陕北开展兵运工作。路上碰见了参加皖北暴动失败后回来的同乡共产党员曹立儒，两人一同回到了家乡宝安县的永宁山。永宁山坐落于宝安县洛河边上，三面环水，一面是陡立的悬崖，以吊桥与外界相通，挺拔险峻，像一头裸露着肌肉的巨兽，彰显着大西北特有的彪悍和雄奇。当年老百姓为躲避兵祸匪患，在峭壁上凿出许多石窟和印子，常年居住在里面。官府县衙、国民党县党部也都设在山上。刘志丹和曹立儒在这里见到了中共党员王子怡，三人讨论决定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刘志丹任支部书记，曹立儒为组织委员，王子怡为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1929年5月，白明善、刘兰涛、贾拓夫、刘志丹等人在陕北榆林的红石峡召开了陕北特委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提出了著名的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武装斗争方针。白色的嘛，就是指做白军的工作。灰色的就是改造土匪了，红色的就是要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红石峡会议结束后，刘志丹回到家乡宝安，和曹立儒、王子怡共同谋划夺取永宁山民团的领导权，争取先做到手里掌握合法武装。
民团团总陆登高名分比较大，而且他也不把县长搁在眼里头，所以县长跟他有矛盾。利用这个矛盾呢，这个党支部就决定啊，分头去就发动群众选这个新的团总。民选团总嘛，他们事先呢就在底下做了工作，重新选举嘛，结果一选嘛，就选的就把我父亲给选上去了。这个民团他们就掌握了嘛。1929年秋天，刘志丹、谢子长按照省委指示离开陕北，来到陇东，打入正在扩军的军阀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落败，刘志丹、谢子长就来到吴起三道川，打入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林部，挂名建军。刘志丹与马希武带领的哥老会成员被编为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马希武负责军需。1930年五六月间，谢子长派往后丘店杨根武部做兵运工作的严红艳，将该部周维奇手下300余人枪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部会合。谭世林听从刘志丹的建议，把部队扩编为直属第三团，任命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这个团下辖3个营，一营营长周维奇驻齐桥村，二营营长由副团长刘志丹兼任，部队分驻三道川张沟门和水饭台子，三营是土匪出身的反动军官张廷芝的部队，部队分驻蔺鞭子和白豹镇，团部也驻扎在水饭台子。部队刚组建不久，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委任谭世林为庆阳警备司令兼骑兵旅长。谭世林提出要刘志丹率20名骑兵随行前往上任，谢子长留下来训练部队。张廷芝呢就想把这个队伍搞成他自己的，他就看着周维奇这个人呢比较好拉拢，让着周维奇帮他去接部队去的，周维奇就答应了。结果周维奇就拉着部队到了张廷芝的那个地方，张廷芝就把他的枪全下了，人家接下来就来打这个团。这谢子长因为穿的那个一个老百姓的衣服，人没认出来，谢子长跑了，但是这个军队就散了。这刘志丹后来呢得知情况也就赶紧撤，就回到了永宁山。回到永宁山以后，张廷芝派的这个叫蔺氏殿吧，一个骑兵营，这个营长带了一个营的骑兵就追到了永宁山，把永宁山给包围起来了。他说你们要是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要攻了。傅宇说的，我们这个保安民团也不是好惹的。之后刘志丹就说让蔺氏殿自个儿进来，见到刘志丹，刘志丹把手枪啪往桌上一摔，说你跟张廷芝这个卖命，你将来我们早晚要找你算账，把他这个熊了一顿。蔺氏殿灰溜溜的就下山了。1930年八月，陕北特委在绥德秘密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在会上主动辞去军委书记职务，要求重返陕甘边继续组织和领导兵运工作，打入军阀部队借水养鱼，发展自己的武装。谢子长调往上海去中央特科学习。
刘志丹、杨树荣等打着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以商界粮草为名，在酒席宴上将24营营长黄玉林、副营长王凤珠击毙，缴了该营第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了前来营救的第二连。部队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又俘获该营第三连连长马建友，将三连枪支和马匹全部缴获。这就是陕甘革命史上著名的太白收枪。刘志丹利用缴获的武器，建立起陕甘边第一支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当地百姓把他们叫做南梁游击队。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游击队的实力，刘志丹让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在太白发展，童守孝带一部分在华池南梁发展，刘志丹自带一部分去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两个月后，刘志丹的队伍就扩充到150余人。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向陇东转移，在河水县顾城川麻峪村与赵连璧、童守孝会合。贾生才也从陇东民团拉出40多人前来参加，部队增加到400多人。部队在麻峪进行整编训练，共编为4个连：一连连长卢仲祥，二连连长童守孝，三连连长赵连璧，贾生才任4连连长，刘志丹任总指挥。整编后，刘志丹率部向甘肃宁县一带游击，途经宁县盘客乡张皮原时，被军阀陈规章部谢牛骑兵旅突然包围，仓促营帐中一连长卢仲祥阵亡，3、4连被打散，童守孝、赵连璧又返回南梁太白一带。刘志丹带一部分骨干力量突围到了宁县麻子掌。为了保存力量，刘志丹继续采用了借水养鱼的办法，通过马希武的哥老会关系，再次与苏玉生部联合，被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县直田镇。在直田，刘志丹因打土豪被苏玉生下狱，党组织立即展开多方营救。在地下党员南汉臣和杨虎城的总参议杜宾成等人的奔走活动下，20多天后终于获释出狱。获释后，刘志丹按照陕西省委指示，又通过在陈规章的警卫团当团长的同乡刘宝堂引荐，打入平凉陈规章部。陈规章特别看重刘志丹黄埔军校的出身，委任他暂编13师直辖11旅旅长的职位，驻防宁县枣胜镇。1931年8月，陈规章手下土匪出身的第13旅旅长高广仁与苏玉生暗中勾结，突然率部反水，还将驻防枣胜的刘志丹扣押。陈规章命令手下蒋云台第5旅击溃了高广仁，蒋云台却诬陷刘志丹是高广仁的同谋，企图借机加害。刘志丹趁夜晚下大雨越狱脱险，找到了马希武，一起来到道水湾杨培胜游击队，并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才前来会合。会合后的部队共300多人，就地进行了整编，分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武，第三大队长贾生才。刘志丹担任总指挥，马希武负责军需，南梁游击队重新恢复起来。经过道水湾整编后的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一举消灭了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缴枪20多支，战马40多匹。
接着又击溃河水民团的进攻，刘志丹和南梁游击队一时名声大振。1931年10月下旬，按照陕北特委指示，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陕北游击队来到陇东地区寻找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两支队伍在甘肃省河水县林锦庙胜利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再次改编，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南下开展游击战，开创了陕甘边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四村原根据地，成立了四村原革命委员会，开始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分田分地。4月中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四村原，给游击队领导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横加指责，撤销了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其派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5月10日，陕西省委又重新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高维汉为政委兼队委会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5月15日，刘志丹率部向东出击，转战粤渝，取得了10多次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近1000人，兵锋直抵陕西东部的韩城，影响波及到整个陕甘边地区，犹如一股狂飙在黄土高原上呼啸而过。可是不久，刘志丹同样也被撤销了总指挥的职务，由严红艳接任。2个月后，陕西省委又派谢子长回到陕甘游击队，重新接替了严红艳总指挥的职务。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游击队领导不停地被撤换。陕西省委派驻游击队的代表李艮不懂军事，瞎指挥，致使游击队在反围剿战斗中遭受巨大损失，不得不被迫撤出根据地。1932年9月，四村原根据地被敌人占领。多年以后，当年的游击队员王世泰在回忆录中写道，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就以他强大的生命力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震慑着敌人，鼓舞着人民，先后打了多次胜仗，为创建肇金南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西北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杜衡要求嘛，就是当时那个原来陕甘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都不许再不能任那个红二团的领导职务。有人提出来说选这个王世泰，王世泰那会儿是步兵大队的一个班长，说是王世泰作战勇敢，然后团结同志，然后就有人这么提，后来当时会上就同意选王世泰当团长。可是当时就说这个部队几百人啊，这个部队你是一个班长来带不可能，他指挥不了，所以在大家这个一直要求下，就是在整个部队指教员们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把刘志丹留下来。12月24日，
部队转移到旬邑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举行了授旗仪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正式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支正规红军，它标志着共产党人在陕甘边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支仅有几百人的红军队伍，不仅点燃了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开展武装斗争的燎原烈火，也点燃了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穷苦百姓们心中的希望。